由陈洁婷所带来的小提琴独奏，演出曲目维尼奥夫斯基D大调波兰舞曲第一首华丽版，此曲为三段式，主奏小提琴活泼的开始，并使用跳跃剧烈的演奏手法，表现出像火花一般的第一主题，接着是经过句式的第二主题，中间部则以微微细说的演奏方式，十分的优美，最后以第一主题收尾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洁婷所带来的小提琴独奏。